就是商店好了，先玩一场不要破坏的好。交易所绝对不就是都不就是交易所，你不要进去他交易所搞破坏啦，就是你要进去交易所杀人可以，但是不要进去交易所破坏。我觉得更简单，就是叫巧克力不要手痒就好了。就是交易所不能破坏，我觉得附魔台那个还是可以破坏。好，对，我觉得附魔台其实算是一个战略啦，因为我刚刚其实是有讲说。有空的人先去挖附魔台，没有人。觉得比较好应该是把门口堵起来之类的，比如说放一堆方块，把他的交易所的门口堵起来，然后你就把自己关在里面嘛。别人进来之后，你就打阵地战，把他交易所守住，让他没办法进去。这样应该才会，就是你的风险就是说，你在这边拖越久时间，对方就越没办法去做附魔或交易动作。应该是要这样才会，如果他人交易死掉，你的风险一死掉，你这个干扰的战术就失败了。这应该很对，不应该是说。把他偷走之后，然后你人死掉，你跳虚空里面，反正我平安回家，我没有任何损失，然后又可以破坏对方的附魔台，这样我觉得就不是有点自杀式攻击啊？对对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他把那地方，他应该守在那边才对，因为他消耗一个人力。巴尔啊，对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吧？巧克力掉。我们这一场就规定就是说，交易所不破坏好不好？其他照旧哈，可以吗？还是说，如果老皮这样子讲的话，那干脆就是交易所不破坏，然后那个也不要去破坏书柜，书柜也不破坏，就是你可以在交易所里面的，就是门外的那个门那边盖石头或者盖什么东西去干扰对方，然后可能在里面就是故意待在交易所里面不走，但是你可以，就是你不要破坏东西，但是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可以杀人，不能破坏方块，然后就是那个地方这个地点，不要乱破坏 ，OK。对啊，我觉得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等一下，那老皮既然这样子，那干脆就是说设定把交易所设在中立区就好了，就不要那个啦。就是之后他应该会处理吧？之后他应该会处理。现在规定是说村民不要去干扰他。对，那等于说交易所都是开放的，那我们就不要管交易所。谁下灭飞啊？哈基吗？我觉得是交易所里面都、那个、就都不要盖，好不好？冒险者模式。好好好。那对啊，然后这个其他就照旧了，其他就先照旧。所以附魔台还是可以破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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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要先保护好附魔台。那我们先跳过。你们可以先把自己的附魔台书柜先挖掉，其实还有甘蔗还可以种。其实我觉得书柜应该是可以换的吧，应该可以用换。可以换的，而且你弄甘蔗没有用，因为没有牛皮啊。对，没有牛皮。甘蔗到底要干嘛？没有啊，只是景观而已啊。甘蔗只是景观而已，甘蔗也是好看的。景观当然也是好看的。那要随机分队喽，五打五嘛，五打五啊。好，那个血量要多少？要少一点吗？七十。少一点好了，刚太多了。刚才多了一点，七十应该就够了。但我觉得七十好像太少哎。刚才是多少？一百二吗？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五。好，那七十五好了，七十五好像差不多了。因为一二五打就等于打了一场 LOL 一样，真的打了一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刚才快一点这样。一二五好像七十五哦，要随机分队喽。七十五应该就是 A R A N 的啦。但我觉得七十五感觉好像太快了。哦、怎么又是这样？哎、欸，怎么在哪？但对面会不会太不公平了、啊？你看我刚刚就这样讲了啊，你们没有人鸟我。那再刷一次吗？看你们，看红队啊，看红队。因为我们这边都玩过了、啊。老肥，你问你，你觉得这样 OK 吗？为什么要问我？问别人、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 OK 啦。我是无所谓。哎、欸，我们这边有四个四老手哎、欸。但我觉得这个玩的就是增加经验值啊。没有，这样你只是增加，只要增加你抖音的程度而已。因为我们刚才那场不熟没关系，我就都多练几场。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好不好？可以啊，其实。好像跟张磊干也差不多。你们有哈记，你们有哈记。好，有哈记，有哈记，有哈记。可是好像差不多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没差啦，我觉得真的没差，因为就是玩的开心就好。反正就我们反正也不是在意输赢，就只是好玩而已啦。对啊，打得开心而已。哈记可以多指导你们，他这个他超会防守了。因为其实刚那一场对、哎、在一起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刚那场对新手真的超不友善。欸欸、我这么久玩了这么久啊，像是 UHC 还是什么的，只有这一次跟秋风同队。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我们真的是，真是不凑巧啊。都是对可以按一下那个 T 按一下，可以按确定了，可以按确认。一定要确认、啊。准备好就按确认。讨论一下战术吗？讨论战术要讨论什么吗？就不要像刚刚那么恶劣就好了。主要防守还是要有一些人吧。我可以防守啦，我就一直在家里防着。风破台主是不是也是比较防？我是主防啊，只是因为后面里面那个样直接完全死，
让游戏失衡，我没办法、啊。那个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嘿，没有啦，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要抓出游戏 bug 啦，所以巧克力这样玩，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怪要怪哈记，好不好？因为怪不在场的人，而且其实我刚那个风波和巧克力按一下 T 哦。因为我刚其实是、okay. 我刚其实是有跟他们先讲说，先挖掉中介箱，不那个什么附魔台，可是附魔台，可是我刚是在忙着那边垫那个什么水，我在那个堵水，不让你们去挖我那边的。我第一件事都会做这个，可是我刚提醒别人之后，他们没有去反应，变成说乔哥一开始可以挖到。好好好好好，应该是我们可能不知道附魔台要挖在哪里吧。我一开始我讲，还用金斗可以挖下来吗？就可以啊，就是可以挖、啊。所以我一开始我跟他们先，等一下你先藏附魔台好不好？好好你先把它拿走。对，好好好。所以我们又要去收割胡萝卜喽。你可以先把你先用木头，然后弄成四个木材，先把它上面的水堵住。堵住。你知道堵住经验不是还是出得来吗？堵那个耕地没有耕地的水，那个水给堵住啊，这样他们的耕地就会荒废掉。哦、啊，可是可以捉水桶再装水吗？可是你就要很麻烦、啊，你还要用锄头，然后再把那个东西把它锄出那个耕地出来，很慢。你就要变成农夫生活，你要变纸片。还你们还要讨论什么战略吗？看看那个、啊，我一开始先防在家里防止好了。好，我就去弄完，我就直接先开始囤积绿宝石了跟黄金。那秋风，你要弄他们耕地是不是？耕地是不是？我要弄耕地是不是？好好好，我去弄他们的附魔台。你去弄他们的附魔台，他们应该会有人组房了吧？开始，反正一开始先不要把书柜给弄走啊。哎、欸，石头？不知道，这应该是 bug， 这应该算 bug， 不用管它。哎、欸，对啊，我说在我说在中介箱里了，吓死了。好。我们耕地赶快保护一下。秋风，你已经去了吗？我要过桥了。哎、欸，怎么喷出来？一瞬间真的是看到石头哎、欸。没关系，我帮你堵了。我帮你堵了，你直接去矿坑吧。帮我堵什么？我已经帮你堵好耕地的水了。OK OK。直接去挖矿吧。小心他们把我们附魔台里的书。我现在还没办法习惯跟、那個欸。他们有一个人过来喽，右边上面。哪里？有看到，我现在还没办法。他躲下面，他吸经验而已。是哈记哎，是哈记，好强哦！假设是在我们的水池那里哦，不知道要干嘛。弄根筋。有上面有人，上面有人。现在不能破坏核心，你不要来啦，夏克斯。这是水泥，破坏核心。宝皮在泉水里。他今天第二次玩而已。这第二，他的第二，第一阶段就想破坏核心，直冲核心。哎、欸，哎、欸，我们另外水在哪里啊？另外一片田。哎、欸，水在哪里啊？夏克斯，夏克斯，哎、欸，在这边。来，老样子，去一下。夏克斯，夏克斯，夏克斯要跑了、哦。跑了。我怎么找不到水啊？什么水？水已经被我堵掉了、啊。不是、啊，他们的水被我堵掉了、啊欸。不是、啊，我们这边的水被堵掉，可是我看不到哪里哦。哦，它只会流。我们的水没有被堵掉、啊，我们的水被保护了。哦，我解决了，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哦，下课是偷煮我们一组的萝卜。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身上没东西哦。萝卜可以把一些放在家里啦。我丢到中间箱里。我身上有一些萝卜，我是把这边弄掉，然后。哈记，可恶！你输给哈记了。给他们了。我把它种回来，你的胡萝卜又还回去了？没有，我把它抢回来了。哦，斧头的攻击比较高，对不对？斧头比较高，可是你要会打，你要会打。对，要不然你打，要不然你打这只会有半格而已。再试一试看看。阿纪很会防哦，资深，他是资深，慢了，他是资深高手。没错，没错，再试一次。资深老手，这边那个矿坑可以放一个箱子，这样可以放石镐、啊，不用的石镐这样。太慢了。这边有谁要、啊？风破吗？没关系，我已经做出来了。等一下，我先外面去打。我丢出去合成台，合成台已经有一个了。必须重新种这边火锅，好快哦！这边长得好快哦。我们是 ARK 三人组，我们要获胜啊！
希望可以。不要把你的妄想放到另外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刚刚也是超级民间队的复合啊！为什么？那是因为你们超级老手，好不好？超级老手，对，老屁股了，纯正的老屁股。没有没有哎、欸，奇怪，我跳过去的时候砍他的头都没有砍中。给我三个铁，时间有人要直接先砍过去吗？我做全套铁装给他。不行啊，这样子就是给他们送装啊。哎、欸，也是哈。你就可以先保留着，先保留。我先做个斧头出来，打出来都是石头，好有趣哦。真的真的，我之前的时候，而且如果喷装的话，全部喷石头，也不知道是捡到什么。对啊，也不知道捡到什么，这就是保护吗？怎么保护啊？哇，西瓜田这边的胡萝卜长特快、欸，天哪！我把多余的12个胡萝卜放在中间箱子里面，要的话自己去拿。拜托拜托。啊啊！太好了，淹死出去，好可惜哦。你怎么了？你做什么？我把他们书柜全部都拆了，但是他们把书给捡走了，可惜。他们还要花没有？他们这样还要花那个更多木材，然后才可以做书。哎、啊欸，右边有人爬上来哦，在我们的水池那裡。那是老皮，老皮，老皮。好，看到看到。有。我直接第一阶段免费送头，我好像都是前三阶段都在送头，对不对？然后第四阶段就回家农耕了。其他们的经验好了，打死他！你们赶快那个先收采收，然后重新放，还是我放？好，我放好。来挖点，挖点。我重新弄胡萝卜，因为这边长得实在有够快。OK， 我来挖点黄金绿宝石。没有宝箱，没有宝箱。旁边有人打我。当然了，夏克斯。所以鬼鬼要挖那个吗？现在1.9是不是2打1？好像有点。黄金矿这里有点不太可能，对不对？二打一，你说1打2吧？1打2，2打1还不是一样？一个叫做维欧，不知道干嘛，扔掉，扔甘蔗。秋风，你要胡萝卜吗？我给你。哦，好啊，你给我一点，我快要残血了。我给你很多点。那边石头，那边那一颗石头，石头啊，他石头撞的，会掉在这里。有点不习惯，你知不知道？当然不习惯。丢石头不要啊，我不要石头。每个东西都是石头，这到底为什么？我之前好像第一次还第二次在玩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了。老皮从中路过来了，挖石头也是石头。开始说起专业术语了，什么样都是石头。我还捡到甘蔗，挖石头也是石头。因为你们一开始在那边挖太多铁矿，害我没办法武装自己。我剩5滴了。我们家有什么好逛的啊？吸了老皮的经验，吸了老皮的经验。哇！哎，是什么？哇！你刚才刚好故意断麦。你是故意断的，还是真的不小心断？我听了不该听的东西。一直说东西没有好不好？那么老皮在这边的时候，在 Tuesday 出现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好像意外的。变得就是很不纯洁。黄金大概需要多少啊？这下没砍到，反正你尽量挖就好了，挖就对了。挖到一定的数量，你就先挖到一定数量，你就先去放那个。两个人都打老皮，给你解除你。嘿，老皮闹人了，哈基来了，全部到铁装。哇、哦！来来来来来，他不是他是风破，他是不是？哦，风破，他是木星呐、啊，木星啊！啊，我以为是哈基，是哈基啊！我被他干掉了。还是另一个，他是全身铁吗？另一个，他全身铁吗？全套铁装嘞！对啊，我们要他的装哦。我们防守的人要全套铁装喽，而且还可以去附魔一下。哎，秋风死了，绕跑！我好想要他的铁装哦。我帮你们挖，我帮你们挖，你们继续抵，我帮你们挖。先回家放东西。哪里啊？没看到。五星只剩4滴血，只剩4滴血。快快快快快！哪里啊？我牵制他，他在中间过桥。哦、我来了，我来了，我干掉他了，我干掉他了，有了，好多石头，好多石头，好多石头，空装打赢铁装，快逃！今天我们是集结众众多人之力，一群热爱石头。我还有好多啊，吸到好多铁锭，先放自己的那个中介箱。救命！老皮在矿坑，在矿坑，我身上有那个放一下，你有办法自己存活一下吗？小鹏。他把矿坑堵起来了，自堵。好了，我不理他了，不理他了，因为我身上还有很多宝箱，我要先放中介箱里。
哦，我拿到中间一些东西，我把它放中间箱子哦。哎，这边有那个，我放中间箱子有两个绿宝石跟11个金锭，还有4个铁锭啊。算了，铁锭我拿着。你先放中间箱哦。你先放自己的中间箱、啊。有9个。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好吧，好吧。我先把胡萝卜拿走。好多石头，也太少了。黄金快一组了。哇，红石是不是也要挖一下？所以老皮还在铁矿里吗？没有没有，应该掉了。他死了。对啊是啊。小鹏，我跟在你后面。好，我们走。导弹二人组出发。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栏杆打掉，对不对？啊、把对，你把可以把对方栏杆打掉。你打一个，我打一个。青天石。我们这个石头可以用镐子挖。五个人。靠，我们这边的木材全部挖掉了，天哪！这么威哦。烽火吓到我了。我穿的又在弄合成，阿金在弄合成，他还没拿武器，快打打他！从背后揍他！不行，他铁装好痛、哦。就两个人一起打，反正现在人命不值钱。哎、欸，他是五滴哟，差点干掉他了。我有。啊，好可惜哦！阿金不要跑，他是五滴血而已。啊，四滴。阿金不要跑，我不行了。两个人打。你牵制住，牵制住我，快！不行啊，他们两个人在那，就算打掉，也会被另外一个人吸走。好可惜，被发现了。我还追过去，他也没看到我。你可以偷袭他吗？我刚好看到他写回来了。那 ID 哦，那是我们自己队的 ID。你那个搞清楚自己是哪一队的。哦，我的中招板。罗西。Oh help！有不？我干掉阿金了。我的铁！我的铁！你哪里？你在矿坑吗？矿坑，你回来了，快点保护你！有，我们去围了。Nice， 空空打赢啊，战神！哎、欸，把他弄住了，下去，快挖过去，挖过去，他围起来了。哇，身上好多东西哦！哦，差一点点，剩四滴，他身上的东西都被我拿走了。好，还有一组红萝卜，好爽！哇。我们矿坑被挖一条隧道啊！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快哦，他们竟然用这一招哦！走这边，盾哎、欸，等一下都可以用。我再去掉一下盾哦。其实我刚完全都没有用到盾。哎、欸，第二阶段是不是？已经第二阶段了。啊，刚刚都没注意到，杀害已经第二阶段了。对，那可以挖核心吗？没错，我们矿坑没有箱子、啊，你们要小心一下哦。矿坑没箱子，没办法做事情。红色嘛，啊。我刚刚52个铁全部喷给老皮耶，哇，52个！哎、欸，帮我，快点帮我！哪里？他在打这里，他还没跑掉。谁？老皮，他身上的铁，他身上的铁太多了。你说左还是右？对，我们看他们的左还是右，要这样讲比较准。看老皮，我看老皮啊，老皮在这里。啊！哇，他在勉强那个。我陪你。在下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是无辜的。我、哦、看到了，快点把他砍死！有他们在打你，他们在打我！穿了我的铁装。他死掉了，他跳下去了，跳下去了。安静了。请那个，我们干掉十滴血，了。好。老大人再度出击啊！哇塞，我觉得这个越玩越有更多策略啊，这个。是更多恶心的策略，真的。有帮我盖后面吗？我这边那个、喔，我把石镐跟铁斧放在矿坑里面哦、喔。中间，我直冲。他们沟通有问题，他们没有人防守。沟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破坏了，破坏了。再响个几声。都没人。喂的声音啊！哇，愉悦。都没人。我等他们走了一下。你先挖。有。他们还在那啊，四个人都在那。四个人在那边。先蹲着。我蹲着，我在看他们。三个人了。还有一个人站在那。哦，走了，都走了。都走了。好。都走了。哎呦，他们有极乐剑是不是？这么快啊！哦，老皮又来了！哦，老皮好烦哦！打他！
在哪里啊？我在这里没看到、欸。挖不到，挖不到，挖不到。四个人守啊？对啊，我刚才也挖不到，他们四个人守太多了。哦，你们打死他。可以啊。这是空掉、欸。可以的话，吸掉他们的经验，让他们不能附魔、啊。吸掉他们的经验，不让他们不能附魔。我们的经验也要定。我已经吸了，我已经吸掉了。我这一次把他们等我的装再拿回去送给他们。什么鬼？为什么再去挖？才第二阶段而已。如果你继续挖，第四阶段就不能送啦。那个跳楼咖啡卖，麦当劳欢乐送。对，欢乐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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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起来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那个我学校的那个音乐就是欢乐送。上课钟响，欢乐送给你。我一个人在，我在遛两个人啊。他们追着你吗？追着我啊。好好好，我去。老皮，他们还有人在那吗？我一定要等三十等我才可以。不行，在看着我啊。我一个人。他们防守太多人了。哎呦，他们真的好多人防守。一定啊，他们现在已经很。你可以先附魔啊，风破。我按一下。不行啊，先附魔的话，我很容易附到很烂的魔啊。是我目前先不会附、啊。算了。你说等级不够吗？还是怎样？我想要等三十等一次附强力的。哦，好啊，好赞赞。你就经验，你家里的经验你就多吸。我会吸啊。好，你会吸，你会吸。刚刚没有送装，还没有拿到。送装。我应该去挖一些红石哦。我要开始农喽。好，那是你。你要农了，那么快？我要开始农喽。你还要继续乱吗？看我们的。他们现在这么多人防。OK。好，那你农一下，我乱了，总是要有人牵制住。不行，还差一点，还在等。反正对啊，经验都先给风破，等你弄好，我们再换我们。对对对，想轮流。你等一下回来可以换弓箭吗？弓箭吗？对啊，你防守一定要有弓啊。我已经有弓了。哦，所以不是啊，攻击的要有弓啦。哦，好的。家里有人在打。我们家，我去三个。哦，四个，好痛哦。只有一个人。鬼鬼是我们的，鬼鬼是我们的。我去当。我打死了，你们打死了，打死了，要人顾，要人顾，要人顾。现在老皮在，太多人了，老皮在卖命。对啊，能打到一下，他们三个人在家里耶，正常啊。我没事，鬼鬼的 ID， 老皮的 ID 我都搞错。这是一个干扰战术，请好好看清楚。鬼鬼的 ID 和老皮的 ID 我都搞错，我想说，刚才是鬼鬼在挖哦，所以我就放下心了。有人从中间来了，中间来了，中间来了，老皮，小心哦，中间来了，快要到家里了，我不核心来了，空中，防守一下哦，我去换，帮你换弓箭，剩一滴，我们都是两个人在守，我换两把弓箭哦，好、啊，你换，这样都在守。当然在守啊，不现在守，什么时候守、啊？他们现在比数差太多了，那就是乱人啊。也没有差很多吧，或是看有多宝，又只差五八哦。因为刚刚说我们是七十几啊，我还停留在我们刚七十几的情况。他们有没有藏宝箱？又来了，中间又来了。风波要你的够等级够了吗？要附魔吗？又是有藏宝，我现在才二十八等，还不够。又是你再去吸一下，吸一下应该够了。打他。打赢了，漂亮！死了，快去附魔！没有啊，因为附魔还在我身上啊，是我要什么时候附魔都可以啊。那你附完才可以换下一个人附啊。哦，因为我现在在等那个三十等。那个巧克力来找我啊！不要！啊，你不要吸啊！我还在进攻啊！你吸走了，我没办法升三十等。哦，我想说这里的水怎么不见了？说，你吸走我没办法升三十等。他们四个人来追我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当然是有问题、啊。可以来换弓箭喽，我在红石窟里。好、啊，我们快就要进化到狙击手时代。我丢给你。其实如果人更多的话，应该会有所谓的狙击，就是专门在那边当哨兵的。只是我们人还没有多到那个程度。很多石头，很多很多石头。哦、你直接换出来哦。我等一下换完之后，我也会去。好。铁，但你们的铁如何啊？我真的好多，不行，太慢了。都够。
我插一个裤子。你要铁裤子吗？风破是不是还没附魔好？哇，因为鬼怪把经验吸走。哦，我刚才去看那个水为什么不见说？他把他吸走。经验球还是会在、啊。会在啦，他还会在啦。嗯、那个永垂不朽啦。啊，先不要冲啊！30的，我要附弓箭，我附弓箭。你三十等了没？我三十等，我要去附弓箭了。好，先把弓箭附出来再说。他们也都没有附魔，我一直在吸他们经验球。附。我差不多了，小白小心哦。我把那个青金石放在箱子里哦。哇，强力四级特一，我靠！交给我。嘻嘻嘻，就一个铁剑。我这边还有他的铁头盔，你要吗？没有，你先可以先撤，我把它扔掉。OK。嘿，不要扔吧，没有，我只需要一个铁剑跟盾牌而已。你们现在可以开始附魔了，我现在先把它放中间了。我附到一个强力四跟吉特一的弓。我修。防守要攻吗？要给我吗？哎呦，想要去破坏。我会在旁边。我应该是拿斧吧？你应该要附斧头的。因为斧头只有效率，除非是我附魔术，要不然什么都附不了。哦。因为我要附魔术才还没过来之前，你就可以先攻击他。宝物大师，我先看看有没有。好，没关系，我先走。那个还是要绿宝石，烂透了。哦，中间有一个人来，老皮。没关系，我现在这样子。哦，这是男人与男人的对决。对，小龟需要协助吗？不需要。不需要，我们在我们三公主桌。什么装入单枪？我掉下去了。他掉水里，他在水里，小龟他在水里，水里。好。我把你打死了，哎、欸，然后你打死他。来，哈基、欸，哈基，水中对决，小心。他跑走了。打死哈基，捡他装。他的装呢？随机任务是什么？他的装也是蛮厉害。小鸡，中间有小鸡。把小鸡打到我们家。快！把小鸡打过去了吗？无形血很低，无形剩八滴血，我把他打成八滴。我打死他了。Nice！ 打死老皮了。哈基生命太高了。还有人吗？来，他们退了。打死哈基，还剩六滴，我最嗨啊！哦，有人剩一滴，还剩一滴了。我剩一滴了。我的弓箭飞了。哈基死了。他拿到什么？有装吗？有装，我把他装拿走了。我的弓箭喷掉了。我死了，有毒。会被毒死吗？不会。小心。哦，那先走。捡回家。好多东西哦。哇，打死他了。感谢地主。对。哇，好刺激哦。好恐怖哦。捡满的装备回来啊。小心。小心哪里？我忘记他名字。风破，你干嘛小心自己人啊？欸、我死掉了，我被射死。因为下课是跑来了，我过去捡了。我的装我被捡起来吗？我在捡你的装。好。他们不敢过来捡吗？伤害剑哎、欸。对啊，伤害剑其实我测试都没效果、欸。哎、欸，左边有人绕过来了。左边是哇，你换了好多剑哦、喔，换好多剑了、啊，对吧？老皮有弓，把他我把他打死了。有人在打我是不是？我把老皮打死了。OK。哇，真的有人在打我哦！我在捡装备被人家偷打了。我帮你。啊、下个是现在是被夹击的状态。下个是你后面。我在跟谁讲话？我把风破了后面。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擦一件裤子啊？好多铁剑哦。我可以做双刀流了。现在是水底大战是不是？嗯，好像绕到右边了，又是小鸡、欸。小鸡，他剩五滴了，不用尽力。剩一滴了。好了，死掉了。哦，可以继续捡我们的装了。你的小鸡只是三十六个金了，现在是不用太努力啊。捡装吗？谁的36个金呢、啊？那么爽哦、喔，赶快放了，放好。哎、欸，我东西捡不起来了，为什么？小鸡好多哦、喔，还没第四阶段，你们就杀成这个样子，怎么这么多装啊？我满装了，满装的话等下给我。
没死。真好，这是谁的装啊？应该是我的。你先放到中间箱子，你回去之后你放到中间箱子好了。我先回去，我先交付一下。这是什么不全的装？老皮要在树林里。树林里的。我怎么突然就满装了？捡到一堆石头。剩两滴。还不够。OK。我放在箱子里哦，你们好好等一下。好。哎，家里。有人可以，有人现在来得去吗？有人在家里吗？我现在在对方家。哎呦，有人有打掉了吗？去敲了，不要打掉了，是的，有点痛啊！哇，那个没有装的可以来拿下哦。那个绿宝石哪里？没有十个，我们先用那个啊，会警告的。绿宝石可以换了，可以换了，这里有八个，我去换。十个绿宝石先弄。十个，好。这个没关系啊，这个只是那个算可以。我工具被拿走了是不是？嘿，我的工具好像被拿走了。哦，弓箭我这里有，我不知道是你的。我的弓，是老皮掉的。如果是很强的，就是喽。不是啊，我的是附魔弓哎。哦，那应该不是。而且我的斧头什么都消失了。我先帮你。啊，睡。超级灵。超级灵，他们过来，我们就会有提示。没关系，重弄好了。一种安心的感觉，没错啊。八本，还有什么要放的？大致上安心，要留着。木头呢？金还有，你们要金吗？可以去换那个肉，吃肉很爽啊。吃肉很爽，我可以换，你可以再换成绿宝石。吃胡萝卜了，被打都不理会，超多啊。对啊，我们战斗最重要就是吃好料，才有力气战斗啊。有人来了，又有人来了，我没看到他人呢。有看到他人吗？没有，还没。人在哪里？两个人，看到了，他在山上，山区。右边山区吗？还是哪里？对，右边山区。没食物了啦，先赚点吃的。都没看到啊。我在下课是这边，在这边。那边是哪里啦？就在右边山区啊！刚才不是讲了？可是都没看到啊！没看到人。他们在水里。啊、还那么远哦、喔！哦，没有，我正在被打、啊。你先后退。我没有办法后退了。快点！很多装吗？他们退回去了。对，他们吸到我的装了。啊，没关系。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做装啊。都是他们的，他们自己拿回去哦。那是捡到什么？第三方，不要往中间走，会死。啊、死掉、哦！可以当做保护啊。这边还有两个，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头盔跟鞋子放在。哎、欸，有那个真的很好哎、欸，几乎有人来就知道哎、欸。对啊。不要拿，很好。又来喽！不需要动。那绿宝石到底是谁挖的？是我们挖的还是他们挖的？有两个。就是刚刚那两个，一样在右边的山区。他们应该还在过河，应该快过完了，可以去迎战了。好，我们 OK 吧？我先去换东西。我去迎战，要迎战了。来，满满的箭矢啊！再吸点等级。他们在山区旁边，我刚才没有偷袭成功。哇，哎、欸，好多人哦！哇，三个人哦。先守一下，看看在哪里。都没看到哎、欸，在哪、啊？有啊，下课时剩两滴血，死了。嗯。我跟小白都在阵营塔附近防守。哎，差一点，嗯、快点，那个哈基在水里剩四滴。掉好。不止血。啊，怎么都是那么烂的东西、啊？哇，打死了。回去吗？不晓得有没有回去，他剩四滴，很有可能就回去了。哎、欸，哈基死掉了，有狙击手射到了。我射掉了，那是。哇！可是他们有人把他吸回去了，烂透。有啊，有东西哎、欸，我的胡萝卜还在水里啊。哦。我还吸到铁装哎，斧头、铁剑。啊！哇！操！这个谁挖的？好深啊！怎么？老皮啊！地洞陷阱吗？地洞。观众在讲什么？芒果口味的东东。我觉得我们刚刚挖的那个地洞还不错。虽然都要跳，放后退，就放后退，后退是不是后退？我在你后面，他们两个人，你会喷装啊？
现在是进攻的好时机哎，如果可以去挖的话，可是恢复。这边有两个人，这边有两个人在牵制中。巴内敏过来吗？要吗？要，你可以帮我射吗？你在水里，你在水里可能比较吃亏、欸。你可以帮我射吗？哈基挂，哈基挂。弓箭。你没有弓箭是不是？对。我有弓，可是我还有点远。我想说先挖黄金。你是哨塔的意思吗？到哨塔了是不是？哎、欸，打了都打到都没有反应。没关系，没关系，牵制住就好。我们一直在跟老兵，他们有盾，他们有盾。哎、欸，我们家，怎么可能？哎，怎么没看？怎么那么快？哎、欸，他们有挖，他们有挖地洞吗？他们不是，他们走山区的，他们走山区。我刚怎么没看到？那有他送很多装备了。左边的山区还有一个人，他居然优先想要打我，不是防哇，跑那么远，小心啊！你那边有枯工了，还有铁装一套。不行，缺铁装可以在中介箱拿。哎、欸，对哦。这些酷弓箭手不想杀哎、欸，因为觉得这些酷弓箭手很强啊，因为他感觉他帮我们防御啊。哎、欸，加力！哎、欸，又来，哎、欸，哈气，干掉！我顾着好了，一滴一滴被打回来啊！一滴一滴被打回来，听起来蛮好笑的。我的装备一点一点抢回来了，什么东东啊？哎呦，你现在已经三回战，已经战第三次了，最杀他们杀一个就有那个了，效果了，啊、没有了，哇，开始扣了，被杀掉了，一线阵营，为什么？第四阵营去了，小张，感谢你抖内，他们两个人打我了，我没有办法，应该先退的，可惜哦。护工好强哦！现在是不是第四阶段不行啦、啊？第四阶段要浓了，不能再送了。第四阶段，对。对啊。被扣血了。我们送好多、哦。咻！等级好。现在我们还有领先吗？没有。三分。哎、欸，我们输三分。我们输三分。不饿。继续挖，我去挖绿宝石好了。两根木杆。可是我挖绿宝石应该要穿装备，对不对？急退，其实他们应该不会他们会特别跑过去打你吗？当然会啊，这个不是一定要的吗？偷袭挖矿的人啊！如果有他们有人挖绿宝石，我一定要打他。他们是不是也有开侦察兵？有吗？看不出来，应该有。下课时又来了。非常时期做法。他们都走哪里来的、啊？走三边，他们都走三边了。三边吗？可是我看不出来。哎、欸，有右边有吗？他好像是挖地洞。我被发现了，我被发现了。可能是接矿坑那边哦。对啊，我在矿坑那边。家里矿坑有一条洞，这个洞有点看不太懂。家里走一下、哦，他可能出来了。他出来了。冲破在手哦，那我继续挖哦。我、哦、看错了。不是，那个是我，欸、我不小心射错。顺走他不见了。他又退回去又来是不是？有人来。哎、欸，做滑了。击杀敌军，请注意。是一颗这。所以那个是哦，那是你。大叔，该不会跳掉吧？Dash， 烂透了！这一次我很难捡。Dash， 三，右边右后方。我是剧毒剑，你怎么跟我打、啊？有了吗？你捡了一个。我们刚。我去挖绿宝石咯、哦、挖通整座山、哎、一颗钻石欸钻石我放在箱子里哦你们要赶快拿走不要被人家捡走了好吧我去拿走
我拿走了。我要去挖绿宝石，绿宝石50颗绿宝石，50颗。我两个绿宝石。因为金矿的话，其实也金矿你也可以拿去换绿宝石啊。对啊，要换到50颗哎、欸。他们为什么都已经第四阶段了？不要这么送好不好？这么冲，真的。刚刚这样赚2分，赚。我听到有人把经验球给吸走，可恶！哎、欸，我也是敌人哎、欸，那是我、啊，那应该是风破吧？对吧、啊？因为我怕有人先过来，的声音才会开这么大。什么？声音开很大吗？而且我刚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跳出去，我觉得今天的那个网络很烂，烂透了。衣服可以不要再拿金镐挖了，一不小心就拿错了、啊。我想要偷袭看看哎、欸，偷袭。你可以打到两下，其实就赚了。其实我觉得第五阶段再打会比较好。嗯，可是第五阶段那个两倍啊，用错。我身上一个钻石，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哎、欸，我们家有人，我们家核心，我去守。哎、欸，我够了吗？哎、欸，可以吗？可以吗？可不可以吗？可以站他的前面。可以，我们有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可以站他前面，这样他就会挖不到。他们有三个人哎、欸，三个人在核心里。没关系，我装备都弄起来了。哎、欸，点名，回家，我来不及，我要他们家去对方阵营也可以，他们家也可以，或者自杀也行，敌人的阵营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自杀。我会去那边送死吧，真的快缺两个也可以，缺两个，缺一个。孤等哎。他们一定认不出来我是谁、欸。他们完整了。好啊，来不及了。你可以自杀或者是什么？也可以。对啊。送头残血了吗？哇，老皮最15等。你就有强力二的功了。我挖了几个了？我有20颗绿宝石哦。你强力一没用。啊！哎，老皮又来了。小白，我挂了。有人又来了。好啦，狙击时代可以到了，终于。等着。哎，有强力一的弓在箱子里，是封破的吗？我放的，你可以拿。我的是强力一跟耐久一啊，我本来有附到一个比较好的，可是后来被打掉之后，不知道飞去哪里了。好了，不要念念不忘，让他过去吧。那个有人在防哈。好，峰峰你防一下，我去乱一下他们。现在差4滴而已。可以啊，靠杀人把他们装备都打掉。打掉。还没看到人。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第五阶段好漫长哦。先把库弓箭手都解决。我还是很不理解我随便附就是附到青银山的鞋子，青银山是要干嘛啦？青银山，幸运山挖矿会比较多吗？没有，我说青银山的鞋子。哦，青银山哦，超没有用。这个游戏里面这样子没有用。跑比较快，没有也没有比较快。哦，他们青银了。哦，啊，你可以用弓箭把他们射死啦。你们要去射吗？我的还没有，我还要一段时间。可是他们有天眼，神秘商人，对、啊，已经会被看到了。欸，我过来，我不知道射不射得到、哦。那个在栏杆附近就射得到了。我把它射下去了，还有一箭，要射两次、嗯。不行啊，射下去了太难中了，先撤退。同一个位置射两箭，它没有刚好中、欸。没有，它没有打下去，所以变成到更里面了。哦，打进去了，打到那边去了。可惜啊，可惜啊！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来，天哪！咻咻，快点！阿金要死了！大家都在农哦！我现在才36、40颗了、嗯，还差一点点。那么快啊！40颗。你可以拿金锭去换的。我知道，我已经把金锭算进去了。哎、欸，我被卡住，点被卡住，危险！我要死了！有要去帮忙吗？你在哪里？在哪里？要有人去支援吗？你在中间吗？那个中间水池、那個。哦，那个水池那边。哦，好卡，走。哦，跑不起来，还好，跑不动。
他们不管他们没有崩啊。你们在跑的时候画面会震动吗？会。我一直来都一直在，我一直有在说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一直都没有。画面在震动。全部哎、欸，全部来了哎、欸。我从旁边。我想要我的东西啊。他们是很想要你的东西，是不是？会震动啊！这个游戏一直会震动。知道你身怀绝技，先换一次。毒箭可以挡吗？昆虫射不到。好像也挡得住哎、欸。可以挡住了。看一下老皮有什么装。不许！为什么射不到、啊？他有盾牌啊。你说在插一个，差一个哦，所以毒箭也可以挡哦。对，没中的话，哎、欸，来了，老皮。你们打一下，我等一下就去天眼召集了，好不好？差一个，跳跃，跳跃了，跳跃了，跳跃要干嘛？可以跳比较高，就是这样子 ，exactly。哇、哦，好烂的东西哦！跳跃，好神秘哦！趁机打吗？好盾，好盾。我怎么跑步都？你们家好像很多人。但有跳跃，说不定可以去打到他们的天眼，好跑了。巧克力在你后面。天眼兵召集令，我们也召集喽。有了，看到了，看到了哈！哟，他们的天眼挂了，哦，这么威啊！帅帅帅，中了！哇，这边有人，这边有人，这边有人！谁哦？右边，哪里？老皮在下面，老皮在下面。你在内部里面，我去打。一个路口，打他，打他。老皮，有收到他一箭！哇哇哇！好，命中了一箭！射到了，射到了！哎，家里家里家里，我们家。我在打，我在打。很多人哦，小 K 不要冲太近哦，四个人哦，把他打死。啊、他們都我刚刚还要想一下他到底是谁、欸，因为我有点错乱。有两朵花，我掩护你，我掩护你。两朵除草。好，可以先撤退。我这边有毒箭啊，我拿到毒箭了。哦、啊，那个是我的，你放在中间箱子，我丢给你。哦、啊，你要丢给我，好。先补个箭，先补个箭。在身后。不要死人，不要死人。OK OK OK， 撑得住。都活着，都活着。好。我看一下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血量比较弱、欸，继续挖，我继续挖，解决解决。哦哦 ，nice nice。你们在进攻吗？可是其实有天眼兵的话，那个、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东西啊！有天眼兵，我们其实都什么都看得到啊。那我就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家里面。哇，好多书本啊！他们五个都在家里，五个都在家里。那我就注意，他们在护他们的核心。对啊，他们都在家。怕被打死吧？家里有三个。看一下，有人来的时候我通知你们好不好？随机任务什么？随机任务什么？强力二，又是效果。一般的功了。我的跳药药水，又获得跳药是不是？又获得跳药，又获得跳药了。老皮来了，老皮来了。火锅，哎，中间有人哦。老皮来了，老皮走旁边哦。跑回去了，又回去了。哎呦。我这我觉得我逃跑有障碍，哎呦，跑不掉啊！被抓到了，哦、oh, ，好痛！哇，在水里很难射箭，下面、啊有没有打死？有没有射下去了？有人掉下去了，是不是？对对，清路清路啊！哈基死了，哈基死了，掉出去，他被那个骷髅弓箭手给打下去了。我刚好看到，我刚好看到，我感觉他现在在说，到底是谁设计这张地图的、啊？对啊，哎，自己设计的，啊，不许走了。因为我现在想要附那个三十等，我可以附那个锋利式的剑，我想要附。可以的，可以的 ，OK 的。还是我帮你换一点毒弓，毒弓箭。没关系，没关系，我都用一般箭矢哎，想说这样比较多。哦，那除非有跳跃到底可以干什么了？没有，没办法，只是你跳栅栏比较快而已。有，那个跳要爬山很好，我就用爬山，然后去把他们的天眼兵给干掉了。哦，哎，我中间箱子放、啊、放一点、那个。五个都在家里，五个都在家里，你们要出门吗？等我一下，趁着我们有没他们没有天眼兵的时候，去杀他们在挖那个绿宝石的那一个人，好不好？好好好，我先换一下那个强力山的弓。你要换强力山？没错啊，强力山多的弓可以给我。我是把他的那个有人过去了吗？有人去杀绿宝石那个人吗？没有，还没有人过去。没附钻石剑，可是我钻石剑的那个附魔程度很低，我每次附钻石剑都是附到那个在九一。几个了？我三，我超难过。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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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第三方随机任务掉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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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要过去，会死。很强啊，他们太强了。不错啊，那个会被杀掉的哦。
还差两个，还差两个。你们有人想要做钻石系列的吗？我这边有两颗。你们不要，你们有人冲过去好不好？我等一下清他的装备。清装备不一定可以清到他啊。没关系，先去。如果没有清到的话，就清。我先想打他们绿宝石那一个人，他们应该很想换天眼冰吧？好，走走走，你们走。他们应该累积很久。换个弓箭。保护大师。先把清掉、啊。嗯，好了，我要清了，我要清了。那边的酷酷弓箭手在打他，不是打谁？哇，他跑过去了，那个酷酷弓箭手好强哦！天哪，他把威慑走了，把对方威慑走。谁召集令？谁？阿进的，阿进的，阿进的。阿进。哎、欸，你清的好。怎么了？他就是在挖的啦，他就是挖绿宝石的那一个，是不是？好准啊！哎、欸，有人死在下面的坏。人家死掉了。他死掉了。欸、哇！我又干掉一个，我又干掉一个，被杀死了。算了，我干掉两个，我干掉两个，先撤。巧克力，你可以去。刚刚阿俊被清掉了，就顺便收他的头了。对啊，对啊，收一下啊。巧克力，你去。好坏哦！你在的话，你可以把他们那边的经验值吸走。啊、我挖到断掉了。你可以吸走他们的经验值啊。有。有吗？666666。我快要有三十。做内政也有做内政的强项。这里还有两颗哎。两个。铁镐啊。你随便做啊，反正我不适合去付三十人钻石剑，我每次付都是耐久一。那我去付，我快哭死了，你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三十等啊。又是怪物，更多了，先做一把钻石剑。哎、欸，中间刚好是怪物，太衰了啦。没关系啊。我在他们家，我走旁边玩，好可怕、喔。好可怕哦、喔，谁设计的、啊？好可怕、喔，谁设计？怪物越来越多，是他就一直重复出现。同样的东西，然后怪物就后来就屠城了。锋利四，燃烧二，天哪，这么强哦、啊！燃烧哎、欸，燃烧二，锋利四，强爆炸！好，去攻击，去攻击、欸，那个够痛了，那个。从左侧攻击，有人来了，夏克斯又来了，有，他在我这啊，他被我干掉了，干、啊、掉了，被干掉了。我们要不要？我们现在就靠杀人拿胜，是不是？我是这样打算的、啊。没有，你不打核心了吗？你们有人可以穿那个全套铁装去挖？我可以。好，那现在是两倍啊。哦。他们有人在高塔上啊，他们就是在防啊，他们专注防守哎、欸。那我们就强制把他们杀掉、啊。你看他们一个，哇，好多人都在核心里。把他们在那边。我在上面做干扰。哎、欸，很难呢、欸。他们五个人在那边，一个人要过来。为什么雾星子打不到他？他拿盾，盾会防，会防。嗯，看起来没有拿，但他其实有。对，他看起来没有举盾。我刚刚也有这样的疑问，啊、想说都已经砍到他了，为什么他没有扣血？哇、哦，他们帮我打上来，谢谢。风破，引他们走。想说来个偷袭，被发现了，被鬼鬼发现了。OK 了。什么？五十、啊，现在有11个，11个。Nice。他们现在没有天眼吗？他们现在走出来了。没有，出现了。我可以去水池吸金。点点名，点得了吗？好，我们在家了。哎、欸，攻手怎么在我们家里面了？没关系、啊，没有啦，我自己在家。好痛！什么？哦，古弓冲坏了。好痛！没有经验啊，我们的水池经验都被吸干了。回家的任务要做吗？他去掉了。回家的任务是什么？经验值清空，输的经验值清空。但我们都在他们家了。都在他们家。16级而已。那我先把魔附掉。小白，你伙食很够吧？够。我的好。我不要了，我现在没有空了，我继续挖了。我们一直在靠杀人赚分数啊！你们加油！等一下我去。哎、欸、哎、欸，这个枯弓已经太猖狂了啦！我在挖矿，竟然被枯弓射！我一直在帮你清。这什么东西啊？要打你啊！会不会太强了？哎、欸，我们刚刚一直都没有人回家哦。
对啊，没人。我在家里，我在家里啊。没有，我们先回家，我们先回家，回镇银塔。你们全部要回来吗？死掉先回家，死掉先回家。哦，巧克力后面，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帮我撑十秒，撑十秒啊！痛痛痛痛痛痛痛！小心啊！你要撑十秒干什么？我被干掉了！16，我看不到你在哪里啊！我继续挖，继续挖。死掉先回家。放弃，放弃。好危险、啊！先回家是不是？回家做任务啊？要吗？对吗？还有吗？任务已经过期了。过期了，会过期吗？会，他那个会过期。失败阵营，他应该会说明吧，会显示。好啊，都在家里了，都在家里了。回家，先回去了。剩巧克力哦，我再十秒，再十秒，又要半撑十秒的意思吗？再十秒，十秒回来又十秒。矿坑的一个已经回来了，是小白吗？小白，我在矿坑，没了啦，任务。先回家，小白，剩你了。先回家。绿色两个人过来喽，任务结束。哦，射中了！天啊，耶、yeah ！好空虚的任务哦。两个盾牌，一个在上面。他们经验值会被清空。嗯，可是我觉得他们也还好啦，他们都没有在干嘛。有你们去追上，下面交给我们。我继续挖我的矿好不好？上面有在追哈。有。好，下去挖我的矿。哦，烧起来了！烧了，要死了！所以他们是下课时那种装备，是不是？烧起来感觉好惨，被烧死，好惨哦！九个，再去偷袭一次，还差四颗，我们要不要再去打一打？还有人吗？还差四颗，我们一样，左边进攻。嗯，我在后面，先杀那个酷工匠，挡路。差一颗。不许！所以我应该要清到阿靖的，清到夏克斯或老皮的没有用，对不对？嘿，应该是，那个也是赌运气啊，那是赌运气呢，真的很赌哎、欸！哇，他们都在核心里，到别着急，我、哦、还好不是着急到我，是也还好，就装而已。那我觉得应该我要先去打他们那个啊，在挖绿宝石，对不对？对，他那个只有一个人，那个只有一个人，你去打那个绿宝石吧。哦，家里还好多钻、哦，追不到。我这里有一颗绿钻石，哦，被悟星看到了，哦、没用到。先再去换一个弓箭。我要去清装备喽。他们谁有装备？悟星哦，希望清到悟星的。夏克斯的啊，夏克斯的没有用。夏克斯的啊，夏克斯的算了，这个浪费了。盾牌，要是没有装也跑来，他想用全都废了，身上最废了。不划算。先撤。我去换吃的好了。什么？击杀对方？群交易所关闭。哦，刚好。哈哈哈！也太快了吧！刚好死吧？对啊，刚好死。我要换吃的。换吃的，就是要吃肉啦！哇！被偷袭！有走出来了，撤退，随时都弄满满的宝石度就是正确的。帮我们家的清有两个人哦，中路有两个人是不是？瞧，看到了。好，我也来杀。哇，旁边，我要加入战局哦。哇，把他杀死了！天哪，臭骷髅弓箭手，都烧起来了，干掉了。怪好多啊！還好我把中箭吸掉，下面有一只哦。我下水，我下水。在桥下，只有悟星在守。桥下。哇，痛哦！杀掉了。老皮又来了。死！夏克斯看到夏克斯应该可以不要理他吧？他现在身上什么都没有。哎、欸，那个阿靖只剩下一滴血吧，一滴血左右。我没有弓箭的啦。阿靖一直在那边挖绿宝石。阿靖是不是？对。那我们要去砍杀死阿靖吗？对啊、哦。我先把一些东西放在中间宝箱、啊，满满的。21而已。啊，哎、欸，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铁装敢死队了。好啊，冲啊！我身上还有钻石剑。那有人要一直挖铁啊？一出生就有铁可以弄。有啊，中间宝箱好多的那些东西哦。我要把那个枯骨弓箭手干掉。
孔武空先走，干掉啦，可以走桥过来了，有人走过来了。哦，阿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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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好像也有，右边有一个，没关系啊，他们再这样冲过来的话，其实也是会被我们打死。右边有人顾吗？右边有人顾吗？交易所又是我回家，我家，我回家，我回家，我在家。中间又来一堆了啊，烦死了！钻石谁要？钻石谁要？不要走那里了啊！钻石有几颗？钻石加一颗，我把丢给你。我把这个丢给你，这一个和这一个石头，两颗石头。哦，不好了，我的那个，哦，天哪，我的录音档变得快要十几个，烂透了。那个，我们交叉掩护一下，我在前面，你在后面。好。我没有足够的红石可以用。他们没有人在挖吗？嗯，不敢挖吧。那我们去打核心啊。哦，他们现在都全顾在他们的核心上，哎，现在有攻击的话，其实我们比较优胜。阿金，阿金，阿金，杀杀杀杀，看到人就杀。你有毒箭可以射他吗？毒箭也可以挡住。来，我再杀阿金一次啊！好好好，阿金想要来换装备。旁边有人哦，旁边有人哦，我把他杀掉了。他拿斧头，好痛！你小心，你后面还有人。我后面也有人吗？咚咚！我突然发现这边很不妙，好痛！哦，我被围到了，被栏杆围到了，没办法退后。没办法，那边太多人了。钻石剑就送给他们了。哇，你还用钻石剑？我们要杀的比较快啊！小白要不要也来啊？铁装战法是不是？那我要铁装冲核心喽。好啊。反正我们也会在外头杀他们啊！吓一跳，我以为是小白去了，小白去了，小白去了，敲了敲了，小鸡，那是送钻石的，算了吧。不行不行，干掉老皮！谁垫的路啊？知道，好酷哦！我把这边的窟，那里为什么会有窟窿啊？把你干掉了，干掉！老皮，你在找什么啊？找你的装备是不是？我把你干掉了，可以安心的往前走。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回那么快啊？那么杀血流成河了。中，先中一箭，拉拉好距离。好了，一下就一下就赚了，两下了，一下就赚了，剩15滴了。又干掉一个，又干掉一个。哎，欸，没有装了，没有装了，欸。他们有两个人走我们左边来哦。你没装是不是？我回去送给你装啊。好，好，好，你回来，你回来。铁装用完了。铁装用完了，再做一个钻石剑好了。你中间宝箱要不要多开一点啊？跑掉了。家里。我刚直接冲冲。我越打越多啊！我43个牛排了。你们有人要吃牛排吗？吃好料的。有啊有啊有有有，你都把东西放进来。来，全部放，全部放。欸，你的钻石剑我帮你拿回来了。我自己又做了一把，欸，你可以换钻石剑了。我自己也做了一把。哦，还有很多钻石。这一把给我好了。我刚在趁秋风，我把钻石剑也放进去，我要去冲，我要去挖核心了。我刚趁秋风去那边打的时候，直接把他们的那个矿坑里面的下克斯打死。两剑打死，欸，他们只剩14滴血了，我们全员一起够应该。跟我到后面，好好好好好。该死，这个地方每次过去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看到一个人在打打他们家的，不晓得在打什么东西，手一直挥。他在干嘛？我不晓得啊，我看不懂啊。要不要去看看他？我现在正在看，他手一直挥，不晓得在打木材还是打什么。手一直挥，一直挥，对，他手一直挥宝石了哦。他在塔里面，我们可以其实绕过他。我就绕过他了，我已经绕过他了，没有理会他。谁啊？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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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两个人在守。等我一下，我快来了。一下一下赚了，啊，差一点点。他们家，他们家都人都回去了，四个。我还有我看到阿基了。我们轮流送，轮流送。哇，好猛啊，你们！哇，赢了，赢了！哇呼！他们是不是自杀啊？硬敲。好猛啊！
他三四个。Win！ 好了，上去了，上去了。好。哎、欸。对，好。喂。喂。哎、欸。喂。霍森，巧克力我恨你。为什么？巧克力我恨你。哎、欸，你们把最我是整队里面最浓的，然后你们把我装备清光。Yes， 刚好遇到，太准了，真的是有够准，真的是运气啊！说实在的，超爽的。后面我们已经缺粮了，缺装，什么都缺了。我觉得听到那一下应该有差吧？听到那就差很多。那一次我是全身上下都是全队的命脉啊！对啊，喂喂喂，你不该把东西全部放在身上啦！我最浓的，没有他那还是他那时候还在刚刚还在挖，然后就被你们清掉了。然后我就过去杀他，其实没有听到他，我可能也可以杀到，因为我是偷袭的。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装备已经都复好就复，应该、嗯、巧克力装真的太神了，啊、说实在的，对吧、啊？我是强力三的攻哎、欸，我强力四，我是强力四，只是我乱跑。我原本是要复强力四的，我也是啊，超痛的。气死我了！你知道吗、欸？你们是不是弄很多牛排啊？我牛排越打越多，牛排都我上的哈。没有，不是哎、欸，我原本带十个牛排出去吧，43个牛排回来。我刚好就是看着哈记那个慢慢就被烧死，我刚刚用燃烧剑再敲他一下。怎么样，哈记？你玩完这一次之后，要不要再修改地图哦？就是那个、啊、中间的窟窿修的弱一点，好不好？没有，哭光是故意的，故意就这样子那么强。我是觉得他出现几率太频繁了，这个真的是运气有点差。本来以为他结束了，你知道吗？然后他突然出来第二次啊。有一次我打得快要死了，然后回去刚好中间有哭光的时候，我整个吓傻。哎、欸，我们很多人是被哭光射死的吧？对啊，对啊，很多都是太强了。你们觉得要改弱吗？你们觉得？我觉得几率要不要少？我应该是几率少一点的、啊。几率少一点，几率小，他出不要这么频繁出现了、啊。还是你的几率是所有任务都是一样？你看，像是那个跳跃也是同时出，跳跃提升也是出现两次啊。不然我觉得你就把窟窿的几率调低一点吧，不然那窟窿太猛了。哦，窟窿但是也是对双方都一样啊。而且我想问一下，丢出来是石头是什么原因？那个伺服器的原因，伺服器的。哦，我之前就有遇过了，这个每个都是石头，石头。我想说丢出来是石头是什么原因？哇，没什么原因。有捡到装备、欸，还有你们最后是不是放弃自己挖的、啊？对啊，对啊，出不了方法、啊。没，我身上装空掉之后就没用了，我出不去又不能打。没有，洗的都太刚好了。那时候老皮给我一把附魔弓，然后一洗又洗到我身上，然后身上就没了。哦，我以为你身上没东西哎、欸，想说可惜。没有，那时候老皮把装备都给我了。哦、然后想说要去打人的时候，结果才刚出去就被洗光。这真的是运气太深。新装备还蛮划算的。我们这两次，我一直在那边挖。已经调难了，以前更简单，我以前更容易清呢、欸。我觉得我们这一队装备最好就是我，可是我都一直守塔。哦，因为我是唯一好像有全身的附魔吧，将近全身了。没有，我弄好了，然后清光了。好，我没有被清掉，不然大概输得更惨啊，输得更快，因为剩下都是我父母，我有父母装、啊，所以交易所之后会被那个吗？弄成冒险模式？嗯，应该要用，我觉得会，我是觉得会啦。你们书柜那样被挖走会有点困扰吗？还是还好？我觉得书柜是好，因为你后来没有死掉啊，在我身上，你来太快了啦，没有啦，那时候我就在你后面，你往下，我就在你后面啊。你们是用什么战法打过来的、啊？一开始，你要再问老皮了。偷渡啊！啊！你们是用什么战法？哎、欸，你们什么战法？好猛哦！你们是不是有挖地道啊？有没有啊？我直接跑到你们那个塔上面，有没有？然后从塔上面往下挖，然后就直接通到矿坑里面，然后就连续突击好几次啊！而我还有一次是抓到快要身上快要70-80个铁，然后还有整套的装备这样子。对啊，就是我殺死小白嘛。哎、欸，可是其实我才拿十剑砍你，我是用十剑跟你打哎。小白超难过。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死了，我想说我不能浪费那些材料，我就说追啊，老皮啊。然后后来你不是跑过来追我，我就直接跳到下面去，然后想要装备全部把它丢掉。还觉得好，还蛮好玩的。哦、oh, ，所以你是从那个瞭望塔往下挖的、哦？对啊，瞭望塔往下挖。哦、oh. ，不过你可以从那边看到啊，外面有一圈。哦，哪边？这边吗？我们红色那里。
我还盖一个生命之梯耶。那次我就看，第一次我有看到，然后可是我就找不到，然后第二次才看到。生命之梯，这个超夸张的。哪里啊？对啊，本来没有这个卧房，他从那一步。哇，你这老有自己铺的吧？对，哪里？对啊，我铺的、啊，我铺的生命之梯啊。生命之梯，太生命了吧？什么东西啊？可是为什么这边没有被封起来啊？应该是不能够碰边边才对啊。哎、欸，你说边界吗？边边吗？边界都是啊，边界是空的。边界是故意要让你跳出去的。哦，就是要让你有可以跑出去。咦、你成功了使出这个战法，超屌了，太好笑了，还不错。不过我们需要稍微练习一下。这地图已经可以抓了嘛，对不对？可以、啊，只是有时候它就要更新那个。练完之后，那个 UHC 应该会变强吧？啊、我觉得这个比UHC 还好玩呢、欸。UHC 的很有趣，因为 UHC 的过渡期比较长一点。UHC 要浓啊，浓很久。UHC 是浓太久了，过渡期太长了。你们都太残暴了，打得比较紧凑哦。而且这个还有很多战术可以使用，这个比较有趣。好了，我们休息了，谢谢大家。OK， 谢谢。实况组口碑推荐《歼灭工程战》。拜拜。晚安，收台喽。晚安，晚安，晚安，晚安。